我现在也弱得像个鸭子，我现在体力也不行了，都是的，因为太久，因为太久没有怎么那样子运动过了。对呀，其实我就是个废物。到时候，其实你看，我如果就是侥幸冲到了前几，你们说，我的天哪，他好牛批呀！但是如果我不小心输了，你们就会说，我操，就这废物。所以啊，你们不要对我抱太高的期望。如果我们能往前面挤，那就是叫什么惊喜。如果废物了啊，也正常，我就是个废物。好吧，好吧。现在不知道，我印象里姑姑幸存者那个见过最猛的妹子，那确实。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来斗鱼，你知道吧？丫丫波波啊，谁是丫丫呀？我早上吃草莓不会拉肚子吧？对对对，就是如果我们赢了是惊喜，如果输了啊，正常正常正常。不要对我有太高的期待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真的会害怕。期待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我之前是做模特的呀，之前没有在做直播。没有烂呀、啊，是上面的那个皮被我扒掉了，我不想拿着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不想拿到手上了。第一天，哎，可以，这个我答应你们，好吧？第一天不被淘汰。要开始登机了。我们晚一点登机没事吧？谢林生坐上飞机啊！我们冲下三星人头吧，哥哥们。我这么虚呀，危险呀，确实。你穿太多了，下面热得很。你没是个短袖啊？你没是个短袖啊？成都冷呀，成都冷呀。前往厦门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CA4539SC。每次你都自己一个人出来，没人一起，我要跟谁一起啊？4517，我又没有助理，我又没有运营跟着，啥也没有，就是一个人。我们抽下三星人头吧。祝您旅途愉快。怎么可能？什么叫又？我可没有干过在机场门口没有进去的事情啊！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五颗。前往厦门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 CA4539SC5266。谢谢爸爸的办卡。去过深山待看农庄吗？没有。其实挺想去的，但是没去过。请出示登机牌，有159号登机口。还是他们先登吧。祝您旅途愉快。他们先登。谢谢。我要看一下我现在有多白，到时候会有多黑。我现在真的很白，养的白白嫩嫩的。真的，我现在养的白白嫩嫩，一会儿婆婆叫我名字，哎，正常正常，我都习惯了。我想知道我这一趟会被晒成多黑。
吃一个吧，剩下的几个怎么办呀？还得拿着，要不要下个电影？晒得黑又得用多长时间回来啊？我都好久没有那样出过很晒的户外了。就是我晒黑很快，养回来要好几个月。我不喜欢你，你死不死啊？尊敬的旅客您好，离开登机口将无法听到登机广播。哎，你有病吗？你在人家鱼缸发什么呀？请您合理安排时间，尽快前往登机口候机。候机时请坚持佩戴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，感谢您的配合。我真无语了。尊敬的旅客您好，离开登机口将无法听到登机广播，登机口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，请您合理安排时间，尽快前往登机口候机。候机时请坚持佩戴口罩，做好个人防护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他妈的还发到人家鱼吧，我真的很生气啊！就发我所安迪哥猴的那一段。你在大龙猫鱼吧里发什么啊？你在他那鱼吧里发什么啊？你觉得好吗？你干嘛呀？我早上都说了，我很讨厌这个图片，干嘛呀？你还好意思说不是今天发的？那你为啥要发呢？又不是在自己的鱼吧里发，你还发到别人鱼吧，还是个我不熟悉的主播，我没有见过，我不认识的主播。我都没有见过他，我都没跟人家合作过，人家怎么想啊？很生气，气死我了！还笑？不是，我觉得自己家人自己家里自己鱼吧里开开玩笑，熟的人都没事，发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主播群里面，还没见过呢，还没合作过呢，人咋想我啊？
梦想哥就爱看人破防是吧？我操！一早上，今天一大早我就在这看到那个动图，我就生气，我特别正式的群里说了，我说哥哥求求了，以后不要让我看到这个图片，谢谢哥哥。妈的，竟然发到人鱼吧里去了。几点飞机？现在他们现在正在登机了。别人都不要我，怎么搞啊？别的队都不要我，这跟梦想哥说的一样了。最后我就是那个，我就是那个被落选的那个。你可以在自己家鱼吧发，你别去别人那发。你在985发我都不生气，大龙猫我不认识，我不认识。请稍后，回家，不至于吧？回家不至于吧？我你知道我只睡了2个小时，我费大鼻子进起来，我费了大鼻子进起来，你让我现在回家，那我更气死了。我好不容易这次没有误机，你知道吧？我10次飞机，就这一次是最早的。我真的还让我回家。我操，静儿的情书你开伯爵了，牛呀！静儿的情书，我看你这么久，你竟然开伯爵了。好了，还有2个了，我拿到手上。劝你抽身，我已经减肥了，我现在很瘦，真的很瘦，我现在腿很细，看。我现在腿这么细，还让我减肥？我正在减，我努力在，我已经努力在减了。我不胖，我真的不胖。见过我人的都知道我个子高，我1.77米，显得镜头里显得你知道吧？但我本人真不胖。唉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的只有误解与谩骂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真的好难呀！我真的好难呀，这个世界能不能对我多点包容与理解？我好难，我想哭，别说了，你们咋这样？欢迎登机。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的只有谩骂与嘲笑？我受不了了，不玩了，我回家了。什么都胖成球，哎，我腿这么细，对于一个1.77米的女孩子，啊，对于一个我，啊，不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不要理弹幕的谩骂，就当他们骂去狗。什么？什么？没事，哎，你看看这个腿子，细成啥了？哎，你看看这个腿子。哎，细成啥了？哎，为什么呀？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误解对我？哎，为什么？你们看，不要你们看，挺瘦的呀！哎呀，为啥呀？都说我胖，我哪里胖？我说啊。我操！我操！这几个人吓我一跳。哎，我真的很瘦，我都有马甲线了。就是你们看我这，给你们看看我的马甲线。算了，哎，对呀，我老轻了，也就100来斤啊。欢迎您。
下午到了播呀。我到这么早就是为了去直播的，你以为呢？25L，怎么可能是一块儿？手机哪里还能开瘦腿？真的没有，我真的就这么瘦。我真的没有腰包纹啊！你看，腿是真的很细的，好吧？而且是没有那种赘肉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很细、啊。谁？是梦想哥是不是你？梦想头子是不是你带的啊？你带我180是吧？这腿多细呀、啊！你们不懂我，不怪你们。毕竟你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完美的女人，没事，真的真的没事。下次别去波哥那了，一眼就看出来几斤了。没事，你们满眼的羡慕与口水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们羡慕的口不对，你们饥渴的口水以及不争气的从眼角流了下来。我什么时候说过180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我120，孟小哥，126，悄悄告诉你，不要告诉别人，126。不用减肥练肌肉，我现在其实不胖，就是把那个塑塑形就行了。我真的，我不行，我必须得给你们证明一下自己。等会儿啊，等着。算了，这个飞机上不是很方便，等我到酒店吧。那要是减多了，鹅战神就没了。我旁边暂时没人，暂时没人。等上别人镜头就看不到了。我想给你们看我的马甲线的。哎呀，我给你们看图片吧。给你们看我瘦下来的图片，好吧？我非要证明一下自己。这么瘦啊！你们给我说我胖，哪个眼睛看到的？哎，这个白色比基尼太露了，不然就给你们看了。不过你能拿个直播镜头上飞机啊？啊，这个怎么了？对于社牛来说，旁边没有人重要吗？没有人呀、啊。哎，遛狗都确认了。看看手上有血管没？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当然有啊。你要是想证明自己不胖，这个办法就是让我抱抱你，我能把你抱起来认命，你死不死？哎呀，我给你们看我的马甲线，哎呀，真的是、啊。还没有起飞呢呀。非得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是真的瘦呀！我的天哪！真的瘦呀！
看到没有，这个马甲线，这个小腰，真的，我丢，完美腰腹，完美腰腹，真的。你看这个小马甲线，哎呀呀呀呀呀，腿型当然好看呀，直的压皮，完美，你知道什么叫完美？完美，我要是当个男人，我跟你讲，哎，别说了。为什么要打码？三个月前的照片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早上好，欢迎您乘坐中国公交公司 CN 四五三九八八幺九九双流前往厦门。什么网图？这是我自己的图，好吧？这是我自己，怎么就网图了？这是我自己的图片，这几个都是我自己的，这几个怎么是网图了呢？只是说不太方便。什么三年前？就是前面不是老图啦，也就是前两个月吧，前两个月。但是我是这两天没拍，我这两天跟那个一样啊，我这两天也很瘦啊。这两天是没有拍，要拍了也很瘦啊。哎，去练瑜伽的。这个是没有修的图，这个不网图了吧？脸都看不见，什么年轻？这个就前两天3月1号我去上瑜伽课的时候，瑜伽老师给我拍的。这可以吧？原图没修过的，很赞很赞，就是腰没有下去。谁知道是谁？这是我呀。就是这一看就是我呀，这还看不出来是我吗？这么董大，这看不出来是我吗？董大倒的，啊、哦，这个怎么是倒的呢？我怎么不是你们对人最起码的信任有没有？啊，就是最起码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有没有？怎么能是倒的呢？你看，就给你们看个就不对焦的，老师拍的几张，是不是？怎么会是？你看，怎么会是倒的呢？你看，这个时间点，时间跟我家小区，怎么是倒的呢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有这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啊？你们承认一下，我好看这么难吗？这是前两天去跳舞的肚子，也没有肚子呀。就是前两天去跳舞呀，这几号？2月27号。肚子上也没有什么肉呀、啊，对吧？这个腰就很细啊，肚子就很平啊，对吧？非得说我胖了，我哪里胖嘛？就是得有这么，就是得有这么一点点哦，就是腰上得有这么一点点小肉肉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摸着是舒服，不然有马甲线。你这看不到吗？你这里这一条线你看不到吗？你瞎呀你！这就是你看这里有的一点点肉肉是舒服的，不然你摸着骨头架子你不舒服，就得摸着软软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不懂，啥也不懂。臭弟弟才喜欢臭骨头，哼！哥哥，聪明的男人就是喜欢有肉肉的。你们懂什么呀？什么好不明显？是那里光线太强了，好吧？马甲线
天可以画，我这个真材实料谁需要画呀？算了，你们这些男人，你们这些男人，哼，算了，不给你们看了，不要想骗我照片了哈。内心卧槽卧槽，真美真美真美，然后嘴上就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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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对呀，骨头太疼了，骨头硌啊！你半夜你抱个骨头是多难受啊，还是得抱着有点肉肉的舒服。成年男人都知道有肉的好处啊，只有未经世事的臭弟弟才不知道有肉肉的好处。但是啊，我不是胖的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你喜欢的，我是有肉感的，我是性感，嘿嘿，我不是胖，我不是胖，我是刚好，好吗？匀称，好吗？你看看，来个机场这么早，真的是无聊。跟你们吹牛逼吹了这么久，飞机还不起飞。儿子娃娃红真的不是很像，转让给我看。这个竹林，你是新疆人吗？你怎么会儿子娃娃红啊？那你还是别信了，你还是别信了。不知道呀，50的飞机也该起飞了吧。我旁边没有人，好脏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躺倒，放平？我操！我可以一个人睡两个位置了。这都是我的了，我可以一个人睡三个位置。还好我前面没有要求换位置，我本来差点换到安全出口去了。我可以。有没有人为今天的直播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呢，把我们的三星过一下，安全带限制不了，安全带限制不了一点，我们能不能把三星过一下呢，我的好哥哥们，然后我就下播睡觉觉啦，我昨天晚上吃了2个小时，我们没有卡牌子的，可以卡卡牌子吗？能6块钱给小鹅卡个牌拍吗？能加入我的粉丝团，成为我的粉丝吗？那洗了他也有，洗了他也开了。不要爸爸，过完三星再爸爸。想过个三星，收拾到3-4点吧。我家的皇帝离家出走了，我家的皇帝是谁啊？梦想哥吗？梦想哥是整个斗鱼的皇帝。但是飞机上干嘛呀？飞机上我一般也很难受，就会睡。到酒店你再睡一会儿吧。我有攒劲的很。竹林哥哥，作为老乡，你都不愿意给我卡个牌牌子吗？你都不愿意支持一下老乡吗？有没有透露这节目内容？节目内容有的呀，你直接看我的那个页面上不就好啦？
2988，那你们找你们找，真的有一说一，有没有过个三星的？过个三星，我下了。没有的话，那我下了，拜拜。晚安说呢，晚安晚安晚安哥哥们，我要睡觉了，厦门见。